Hello，呢个就系我学生 Amber Chan。Hello，Miss Lam。Hello，Amber。咁我就即系好开心，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喺维也纳呢度嘅即系经历同埋心得咯。好啊，呢度呢就系维也纳音乐学院嘅地方啦，系咪好靓呢？周围？系啊，即系首先系好大啦，然后好多资源啦。咁因为我本身即系开始跟 Miss Lam 唱歌嘅时候就系小学嘅时候啦，咁我而家就即系中学开始初中啦，咁而我系好好奇、好向往即系一个大学嘅生活啊，咁而呢度系即系俾到我好有意思嘅经历咯，即系中学生同大学生唔同，就系大学嘅生活就系自学啦，同埋即系你想唔想读一样嘢都系你嘅决定咯。嗯，你真係好識諗喎，同埋咧，Amber 好特別嘅，因為我教佢嘅時候係小學啦，但係3年前咧，佢就去咗英國讀書。咁呢3年咧，我哋都係繼續一齊上堂啦。咁我哋係即係喺網上邊，咁我繼續教佢。咁喺呢3年，佢都進步咗好多，同埋成長咗好多。今次嚟到咧，除咗你過嚟上堂咧，我仲幫你做咗個錄影考試，係皇家音樂學院8級喎。初咧，佢第一日嚟到咧，有少少緊張啦，同埋又唔見咗行李啦，有啲唔開心啦。咁睇一日比一日好，頭先啱啱上堂咧，你唱得好好啊！系有信心咗咯，即系知道即系已经录起咗有啲片段咁，所以可以即系摆个真心放松地唱咯。嗯，真係好啦。咁你仲有啲乜嘢想同大家分享㗎？我觉得即系睇完好多演唱嘅者表演之后，我觉得好，佢哋即系咁受人注目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好崇拜佢哋每一次系。一次一次就即系唱得非常之好啦，而系佢哋好肯定我一定会唱到嗰个音，我一定会唱好成首歌咯。嗯，你都要系咁啊！知呢道，度系你目标嚟噶，系啊，好啦，多谢你啊，多谢 Miss Long。嗯。